这是一件你绝对想不到的事。我就是恨他没用，所以我要他埋在这万丈深渊的下面。这里有两壶酒，其中一壶是有毒的。早几天回来跟迟几天回来就完全不同。此剑出侠悲鸣之日，就是武林浩劫之时。泪痕剑果然名不虚传。大主，你来干什么？如果不是你杀他，雪杀令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？今天也不知道谁杀谁。